大家早上好，跟孕妇一起来吃早餐。今天已经是36周了，来到了月满期最后一个月，撕开包装好痛快。孕期补钙补铁都来自大豆，大豆富含钙质和铁质，而且很容易被我们身体吸收。第一包泡的是专健，成分是大豆和吉林人参，再加一包新欢，高抗氧化剂的浆果，有山楂、蓝莓、覆盆莓、蔓越莓，是幸福的味道，酸酸甜甜，一喝就爱上。高抗氧化剂可以为宝宝打造 VIP 子宫。再来两包鲜鱼，整个孕期没有便秘的问题，肠胃蠕动顺畅，全靠足够的纤维量。足够的纤维还可以帮助孕妈妈降低血糖，整个孕期不担心血糖水平。吃对食物真的很重要，全都是食品，就像我们在菜市场买到的蔬菜水果，不同在于每一种成分都经过严格安全检测。再来一包菌菇，一个人吃提升两个人的免疫力，病毒在岸我们还是要提防。身边好多人生病咳嗽，天气变化太大，让人容易不舒服，细菌病毒无处不在，身体弱很容易感染，孕妇更加要照顾好自己，加水搅拌均匀，开喝，喝完了。独特安全又有效的健康食品，备孕、吃孕早期吃，孕晚期也吃。想了解更多，欢迎联系我。